新年那样的喜气呀、啊，那样的平和欢喜，那一旦啊呢，那就是人间呐、啊、开始积善行。那有这个仙呐、啊，就是有一股呢祥和的气氛。这种祥和的气氛来自于人的，就是就好哦，就好哦，还是要就好。怎样爱就好，就知道要造福，要造福啦，就要提起内心的虔诚。是啊，虔诚很重要哦。尤其是我们大家呢，开始都要来推广呢正法，用正法来利益群生。疫情告急，气候严峻，推速环保不容易，但是慈亲会努力，恳请师公莫担心。阿姑，阿姑，阿姑，恭喜我们！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，阿爹！慈亲向师公发愿，推动素食，展慈悲，行善造福献温情，生耕孝仁益群生，飘起米罗法入行。我们发愿，接棒传法挑大任，存心斋戒勤劝恕，共聚善念完整爱，大我无痕益群生。2021大海淹石，算我素籍。天天储素，无量无量，时时催素，无畏无畏，秒秒精进，不心不心，舍论舍他己，舍利己。疫情消弭，大家消弭，我们发愿守护生命，爱地球。从去年开始，期待人人皆胜前程。我们现在呢，更需要祈求，早日呢，疫情消弭，能脱下了口罩。让清新的空气，让污浊的这种疫情感染，让它呢快快的过去。所以消弭瘟疫灾情，这都是要靠我们人心啊，时常起好念，行好事啊。那累积了祥气、祥和的气氛，这才能平安。所以很期待过年的气氛呐、啊，就是要维持日日。我都说，过节比过年较重要，过日子啦、啊，比过年更重要。要回归到像过年一样的日子永恒，见人都要虔诚的祝福你哦，新年快乐！我就讲祝福你哦，日日平安吉祥，是日日比过年更加重要，是爱日日啊，所以要日日就是爱。心心凉凉，我们的思维一定呢要念念不离开了善念啊，要心想好意，口说好话，身行好事，这都是期待我们呢人人啊日日都要有三好，
但是呢，人间呐、啊，容易呢人的凡夫习气，总是脱离了这个大耶稣以外啦，就开始呢迷了啦，又是回归到了平常的生活，还是呢回归到了爱恨情仇，人与人之间又开始计较，口出恶言，身行恶事，那心灵时常都起了恨意、怨意，这昏意观，这怨气啦，总是呢，人呐、啊、就会恢复到了平常凡夫的身心行，凡夫的身体跟意念跟行动，就已经回复到了凡夫的习气了，所以呢，容易迷茫，就是作恶多端，损了人间的祥和，就容易的引起了人世间的祸端，那就是造恶了。啊，因为呢，人的恶念不断累积累积，又成为呢恶业，恶的是万业恶业，不断累积啦，所以会成为影响社会，还有呢大自然，这种是从人间啦、大地啦、整个气候啦，又是呢还要再污染下去，社会的秩序呢也不断的会乱象又开始，那就是出于我们人的一个心动念，又是回归到了凡夫，那我是我行，这我都要安尼做了，我欢喜啦，无什么不可以，总是呢天不怕地不怕，又是呢造成了人间的乱象，所以说来最平安的就是过年，大家会信心修缩起来，真正的呢会提起啦，啊，过年时啦，大家人来讲好话啦，啊，看到人啦，咱都爱恭敬又有礼啦，这因为呢过年时呀，所以呢凡事就会祥和多啦，那就是过年，所以看到瓷器人都在启动，虽然是新年啦、啊，是安呢，整年都是这样啊，推广正法，期待呢都是日日利益群生，这都是我们日日爱护，人人呐、啊、要和和互协，大家呢协力啦，力行呢善善的行动，日日啦、啊。日日都要起心呐、啊，来维护的爱的爱护众生，这都是我们天天都需要的。